即使今天这里也是一片水田。
就是要你进来的时候，请你会主动的要数里面，这样的一个体验会引发关系，帮助要增加不光光是推广呢，而且呢，一个推广引导一些不同的变现啊，那么里面的一个体量的幸福也会瞬间会膨大，产业结构要很多呢，技术进步，大多都比较丰富，但要在一方面呢，公司的技术的升级关系来讲，就要在掌握公司的职能，就是应当用按有意识的啊，向这个技术方向和产业方向，进入到放松之间，要在年底呢。在我们啊，参考在深圳进行的参考工作，让一个现在也要组织。花草林和栈桥是两个清代创制的聚落，清代末年两个庄加起来有超过300个人口。如今清状态都是为城市一部，留下老寨。以前他可以独立发电的地方，很小很小的发电厂。当时没有仔细去探究，水利会跟台电之间是怎么？刚刚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合作的关系？
当时呢，市政府水利会这个大气过办了一个这个水圳的实地导览，就可以直接进到里头去，所以很不容易的。
到三以下。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可以等，好不好？水泥车哦，要加油呀！哦，要去公家的哦，该打个卡，摸一公家。很低的，那摸公家。那就说明业主就是个庄家。庄家。嗯。好。这里一点烟蒂是买的，是空气的，空气就是这样的哈，就是用自然水的压力嘛，从这边一直上去哈，从用水压力。你现在水沟在哪里啊？在家好了，一线水就在家好。水就有了。说那水就在家好，就是晚上。这也不是土工啊，都是土工啊哈。那你们家是买房子啊？你可能都是旧制度，可能你哪一个楼家的啊？哎，这次还在，你可以走过走一下，我们照一下。好，一没有的读了啊，黑白纸乱翻啊。好，你还没翻嘞。这边的话就是工业园，右边就是飞联机，就这地方。
啊，那个桥下就是处理积水，啊，按照道理这应该就是缺口了。现在呢，因为这个头前溪往下挖了，我们曾经啊，就是从那边那是就是车站里来了，那边往上走到桥底下啊，往上走呢，明明显眼可以看到那个头前溪旁边的水道啊，不过这个水头在阳光下面。
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艾口，对艾口。艾口呢，它跟主流沟的关系呢，非常的密切。由艾口大概距离就有主流沟了。啊，那艾口基本上是在主流沟的东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啊，那这个是从台湾投到台湾尾，是差不多的。啊，那这个艾口的目的是，当时是为了要，在清朝。乾隆年间之前啊，整个清朝的都维持这样一个制度了。它是为了防藩，也就是原住民啊。那早期的防藩，它是防这个东边啊，这个山里头出来的藩啊。那就是所谓的藩，就是说他们是我们的国民的。各位知道吧？原住民的具有国民权益的身份，这样一个存在。存在怎么说呢？整个清代都没有。一直要到日本时代的战争期间，也就是说，日本人要征兵要征日本兵的时候呢，原住民才具有这个法人的身份，也就是说才是一个国民呢。啊，在这个之前他就不是国民，那这样不是国民，这个之外呢就不是我们的国家，是别人的国家。好，隘口的目的就是交保，啊，就是要防止内山出来的外国人啊，当时不叫外国人来，叫做藩，叫他来，这是隘口。好，隘口呢，距隘口不是很远，通常都一样，南南北北都一样。这边有土牛沟，土牛沟就是乾隆26年，啊，在从台湾投到台湾。目前呢，我们所知道的讯息呢，就是从台北县的莺歌的尖山开始呢，沿着桃园台地的边缘往南发德到大溪。到杨梅，然后再到湖口，再下来到湖北这里，然后再往下到新竹市，再到香山，再下去头份，一路到石岗，这条有一条很清楚的土牛沟的线。目前呢，地理学家应该说是地理学家已经把它做初步的考证，把它考出来了，所以就很清楚啊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走在那个乾隆26年的，我们称之为超级古迹的上面了。这个东西大概它的价值是非常的大啊，因为在那个乾隆二十六年，距今已经200多年了啊。这个年代跟旧藏地的开发非常有巨大的关系。各位记住这个年代啊，因为这个年代之前10多年，旧藏地聚落才形成。这个地方呢，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土牛沟。左右是这样，这条，从那个老房子呢，前端绕了一圈，大概一个弯曲凹陷的弯道的情况。可是很有趣的是，这个地方的地名叫做番子寮，啊，那地方上都是传说了，认为这个番，是什么